有人说狗可以看到人看不见的脏东西，真相究竟是什么样的？在乡村养过狗的朋友都会发现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狗会突然间对着空气大吼大叫，人走出来一看，根本没有东西，但是这些狗非常执着，对着这个方向空气不断的吼叫，就好像前面有什么人看不见的脏东西。这种情况往往令人毛骨悚然。狗是由狼演变过来的动物，它有一个特性，晚上是捕猎最佳时机，所以狼白天的视力一般般，晚上视力却出奇的好。狗也遗传了这点，它的角膜比较大，可以让更多的光线进入眼睛，所以狗晚上视力也是出奇好。而且夜深人静的时候，狗的听觉会被激发，甚至一公里之外的动静它都可以听得一清二楚，这就是为什么狗晚上会大吼大叫的原因之一。一公里之外的东西，人类它是感知不到的，但是狗它可以感觉到。